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。预防末世请注意，提醒前往流行地区避免进出医院及接触骆驼或身以骆驼奶，保持勤洗手及良好卫生习惯。办过14天内如出现发烧、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，请戴上口罩尽速就医。看诊时务必告知接触史及旅游史，可拨打1922防疫专线。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89.7 FM